你没事吧？哥，有点饿。想吃块糖，会好点的。哥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哪里能让我们活着，我们就去哪里。诸国纷争，天下不敬。万国大臣翟威起兵叛变，改国号为朔，与退居北方的淡国相对而立。纷乱之中，习武修破之风渐兴。武者，外练武技，内修冲、明、气、书、力、经六魄。冲之魄善事，贯通者善洞悉诡计，如抽丝剥茧，丝丝层层不漏。明之魄变声，贯通者耳听八方，千里之地分辨声源来路方向。气之魄剑力，贯通者身轻如燕，能快过剑的速度。书之魄感知，贯通者嗅觉味觉超常人万倍，通百毒识百草。力之魄尽力，贯通者力拔山兮，气盖山河，无人可挡。精之魄惑心，贯通者专控人精神，属六魄中最为诡秘，被控者失心失智。习武之人即使终生苦习，也难以贯通六魄。世间传言，有生来即六魄贯通之人，百年难遇，被称为天行者。将军，此乃北斗七星剑阵破军位，力之破贯通，明之破稍弱，闻其剑名，一举破力。将军，玉衡卫，气之破贯通，可以冲之破破其身法。将军，姚光卫，冲之破，但不及将军身后。三人破绽已显，将军可放手破阵。
请。阁主，这北斗阁的七星阵法名满天下，阁主的修为更是高深莫测，秦琪领教了。秦将军，流光飞舞剑法颇为精妙，当真是英雄出少年。这位先生更是能以书之破辨别出每种破之力运转之不同，显微无间文歌城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是从前江湖朋友抬爱，阁主见笑。秦某早已听闻天下武学皆出北斗，可如今时局纷乱，天下不静，陛下特意派秦某前来呈请阁主出山入朝，为我大硕训练军队，陛下当以国事待之。文某又负将军嘱托。无妨，北斗阁乃天下武学泰斗，清高些也是自然。将军一心招揽江湖人士为国效力，大硕诸多武院，总会有一些别的武学奇才。奇才没找着，尾巴倒是跟来不少。不见小姐的冲之魄果然大有进步。哥，你还真冲我射箭，我是多了，射着紫烟怎么办？你呀，记得我跟你说的吗？如果你任由主子乱跑，那就要按军令当斩。奴婢该死，将军恕罪。起来，你怎么什么事都往身上揽？哥，我也是前来瞻仰一番武学泰斗的风采，将来也好相助哥哥一二。文叔叔说可对。小姐志向远大，不愧为将门虎女。文先生，将军。澶州官府送来信报，说近日遭到不明势力的袭扰，望请将军前往相商处置事宜。是何人如此大胆？是山海楼。回京的途径会路过陈桥镇，让他们到陈桥镇商议吧。我也去。太重了，哎呦，不行，我跑不动了。怎么回事？不行不行，哥，我帮你背吧。不许帮忙，每日十里必须跑完。起来。哎呦，你可是大师兄啊！师傅都说我资质低，你的破之力当然比我强了，不公平啊！陆平，连苏唐一个女孩子都能背。你堂堂八尺男儿，害不害臊啊？就是啊！陆平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们斋峰怎么敢超北斗啊？大师兄，北斗是什么地方？人家澶州武馆家大业大，都不敢说要赶超北斗，咱们斋峰堂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这么夸下海口，都成了陈桥的笑柄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啊！何况还有个拖后腿的。
我哥受过伤，身子弱，谁要是不服，就跟我比比。哎呦，哎呦，呦呦呦，哎呦，大师兄，我腰也扭了，今日你饶了我吧。你少来这套，你这点把戏啊，骗不到我。斋风堂不能有任何一个人掉队，哪怕是最差的弟子都不行。对，背起来，跑。哥，我帮你。斋风引火，赶超北斗。斋风引火，赶超北斗。你真的很重啊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一定是他。帮我拦着赵希凡，我去去就回。小心啊！任务看来是完不成了，我们往东城跑。陆平呢？大师兄。陆平呢？他去上茅厕了，让开！哎，大师兄，哎呀，陆平他怎么老是这样？秦将军，您一路长途跋涉确实辛苦，下官和魏老爷准备了上好的酒席给各位大人接风洗尘。都出人命了，还有心思吃饭？请请请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草民想见文先生，有要事告知。赶紧给我走！还不快走！这便是山海令。什么来头？草民不知，江湖数个门派收到此信物后，或是死绝，或是失踪。近日禅州附近的凤岭帮向草民发来求救信，说也收到这个山海令。秦将军，下官也觉得此事非同寻常，故才请秦将军前来相商。此事的确古怪。将军，在下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江湖纷争，眼下点破大会将至，不宜为此事耽搁。文叔叔，既然出了人命，官府岂能有坐视不管的道理？三儿，且听文先生把话说完。小姐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倘若将军介入，只会扰乱江湖秩序。再说为此耽误了点破大会，岂不枉费陛下一番苦心，可谓得不偿失啊。魏老爷在禅州声望有加，魏府高手如云，这求救信是寄给魏家的，理当由魏家老爷亲自处理才是。秦将军，下官思虑不周，还请秦将军恕罪。
那么此事就交给魏老爷，还请陈大人从旁协助，莫让贼人逍遥法外。是。哥，你真不管了？熬了这么久，你也该回家了。听话。你不去，我去。还请两位务必查清楚。杜平，走！我还没跟你算你擅自离队的账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采的吗？哎，对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。杜平，你可还记得师父所教的六魄之力的由来吗？大师兄，我脑子不好使，听到这些就头疼。师姐，石头，啊，哦，师姐拿一下。天下习武之人，皆要拜武学祖师，择一魄入门修行，随后再达到两魄以上，最后乃至五魄贯通之能。我方才运用冲之魄，看清九魂与铜臂的运动轨迹，方能一击即中。陆平，左右师父日前也教过剑术，今日你要是能做得和我一样，我便不责罚你。好啊，来。我是烂泥，烂泥就应该好好在地上打滚，然后再找一棵好大树抱着。若非今日大师兄搅了浑水，说不定我早就跟那威武将军到开封小富贵去了。进了斋封，就该守习武之德，就算没有向学之心，也不应该私自逃走，这是其一。既然习武，纵使资质差，也不应该不思进取，自甘堕落，这是其二。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惊扰官府，目无法纪，届时官府降罪累积斋封，你置同门弟子于何地呀？数罪并罚，不能容情，斋封堂杖。要打就打我，别打我哥。苏唐，师父把斋封堂术务交给我，我就有管教之责。你天赋异禀，不应该被这种人拖累，否则日后你一旦面临抉择与舍弃，你要如何自处啊？不管怎么选，我都选我哥。说得好，这里交给你了。陆平，陆平，站住！
是吧？就你们可以，5000两银子，起来吧！哎，千万不要打死他，给师傅个面子。师傅，我还没打呢。哼，臭小子，跪下向大师兄道歉。这个臭小子欠我一屁股债，你把他打死了，我冲谁要钱去啊？师傅，你心可比大师兄黑多了。你，媳妇，来来来，镇上如玉楼的老板娘寡妇金如玉，被山贼掳走了，明日就要成为压寨夫人了。这个金如玉家底不薄啊，嘿嘿。咱们斋风堂的围墙偷封了好几处，入冬前一定得补好啊！明天的任务啊，就靠大师兄你和苏唐。师傅，我这三脚猫功夫就不去添乱了吧？哎呀，打架不行啊，望风总可以了吧？你今天做错事，不许吃饭，不许进宿舍睡觉，去把马棚刷干净。明天跟大师兄出任务去。师傅，这次我是真不想去了。哎，嘿，西凡，哎呀，西凡，西凡，等等，西凡，站住！西凡，你不是一向要锄强扶弱吗？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次你又准备捞多少油水啊？哎，习武之人。要替天行道，啊！你这样说，太世俗了。师父，我留在斋峰这些年，是见您救了不少人，可是每次您都要价不菲啊，这并非侠义之道。有钱人的钱财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双手赚回来的吗？切，谢凡呐！哎呀，如果世间的大侠都像你这样只救贫苦之人，那么有钱人的钱财谁来仗义出手啊？难道你所谓的侠义之道就是嫌富爱贫吗？太让我失望了，枉费我那么多年对你的一番苦心呢。哎，是不是怕对方的人数太多呀？嗯，不用怕，道生一定会来的。这不是斋峰堂的废物录屏吗？就是，真的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。就是，是不是？今天的包子可好吃了，你没舍得吃啊？我没拦住大师兄，还害你挨打，该罚。来，桂花糖，你哪儿来的？白天路上顺的。哥，下午的事儿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要说？他们知道了，就绝对不会笑你。
我不喜欢他们嘲笑哥哥的样子，肉我都吃不消。苏唐，万一让他们看见我的真本事，哭着喊着求我留下来怎么办？岂不是没意思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找到文革成之日，就是我们离开斋凤堂之时。你说，上海楼会不会找到陈乔镇？别担心了，苏唐。可是没有人能逃得过上海楼。妹妹，我们已经活下来一次了，以后还会活得更久。帮主，马上就子时了，我看魏桥的援军是赶不到了，要不咱们投降吧，那可是山海楼啊。三界无安，有辱我斋，唯有山海无边，方可渡我。林子嫣，回营见。帮主，秦家的流光废物果然名不虚传。山海楼也不过如此，不堪一击。他是山海楼的人。原来，从头到尾，山海楼只派来了一名行者。从一开始，我们都被困在他用金之魄制造的幻境中，自相残杀，到死也不知道真相。石头，你们几个的任务就是在他们的酒菜中下药。苏唐，你与我一队，看准时机，确认金如玉安全后动手。
陆平，干嘛呢？你去那晃悠什么呀？望风啊。包里装的什么呀？吃的。我们是救人，不是踏青。望风自然得带点吃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不吃，等会儿苏唐饿了也得吃啊。大师兄，别理他，救人要紧。自己小心。走。小姐，咱们都跑了一宿了，那行者对您紧追不舍，要不咱们还是赶紧回开封通知将军吧。本是来铲除山海楼的，如今却害凤岭帮无故有人横死，哪还有脸去向哥哥求救？对了，这是小姐从他身上抢来的山海令。有山海令的地方必有死伤，不能让他拿回去。糟了，又跟上来了。小姐，我过去引开他。那边半山有个穿云寨，你去那边先躲一会儿，我若成功再来与你会合。不行，你不是那人的对手。我修气质破，打架不行，跑路我还是可以的，我不怕。衣服给我。金老板，你那相好不会不来了吧？你就放心吧。斋风堂是什么地方？斋风堂，行侠仗义。那郭堂主听闻消息，那是必定会来救我的。今日，大家就配合我金如玉演这一出。等到时候他人一来啊，一个英雄救美，好事成双。我再请大家喝酒啊！喝起来！报，山下有动静，好像斋风堂来了。赶紧带着金老板去喜堂，等着他情郎吧。是，金老板，请。走走走，快点！救我的吧，老郭。救你？我就知道。你一定听说过我吧？老郭这个人真是的，你别看他嘴上说不在乎，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我被抓来做压寨夫人的。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啊？他人呢？既然山海楼正穷追不舍，那不如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。这斋风堂什么时候收了你这么漂亮的女弟子啊？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老郭又对你起什么色心了？姐姐啊，麻烦你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干嘛呀？你不要惊慌，我是官家办案。你穿上我这身衣服，待在这儿绝对安全。但是千万记住了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绝对不能出去。官家办案。我观察了一下，前后院一共几十个人，哨塔上没有守卫。哦，那很轻松啊，我去解决山贼，你们救人。哎，等等，好端端为什么不许我出手？赶紧救完人回去吃晚饭啊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道圣会来。道圣，你今天来，压根不是来救人的，是来抓人的。道圣每次都会先你们一步，截住那些江湖贼寇，擅自抢走财物。难道这次你又要输给他，让他捷足先登吗？道圣每隔半个月现身一次。师父，这次我去。苏唐，怎么我要抓道圣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？反正我不能帮你耍诈，我不救人了，我肚子疼，我要回去。石头他们已经潜入后厨下药了，今天你救金如玉，道圣的事儿我自己来。大师兄，你忘恩负义，上次江洋大盗狂心大发是他救了你的命。嘘，他次次抢夺财物，有违法纪就得抓。我看大师兄是次次都输给道圣，面子挂不住吧？我没有啊，师父赠我这块腰牌，我自当为斋峰之表率。赵希凡是不是被我气傻了？这么点山贼都搞不定。哎，我那懂事媳妇儿还给了我个传家宝。老大，什么宝？给我们看看呗。是啊，给我们看看。不是金老板，山海楼狂徒，休想再逃。山海楼。